陈冠泉这一球走得漂亮，施静瑶，哦，利用牛角的布阵哦，然后做一个背向掩护。上半场倒数的一分十秒左右，三根玉夹晃，给到了施静瑶空手走位，这是他的难当中看到比赛后段有没有机会上来。两位都是新生代啊，来自中山高中的出色的常人哦。石敬尧好球，是输出脚拔起来了，篮板落在彭俊彦手上，快速的往前场做推进。石敬尧好球，这一球不可思议啊！面对石敬尧高难度出手，力道大了。Jack 前场二打二，石敬尧轻松的上篮得。单挡过后要切入禁区，给到空手走位的施静瑶，裁判哨音响啊！这是今天阿瑶第三次哦，利用空手走位的方式要到分数啊！这一传的球啊，又是 Devon Reed， 对，领航员利用一个 Diamond 的一个布阵啊，然后做到一个 Circle 的循环之后，把对球，对这个 Reed 做到对球掩护之后，创造出来得分的机会。算得出来啊，运气都不在 Dreamer 这里。石敬尧外围有空档的机会，这一回也把握。